知道我躲着你，你还要跟过来。你知不知道我弟弟要是知道我们在一起，他会杀了你的。如果没有蓉儿的话，我活着跟死了又有什么分别？为什么你们都不相信我？你们都是好人，都有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。整整18年，我一直以为他才是我的亲爹。如果换作是你，你下得去手吗？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冯丽爽爽口软糖《射雕英雄传》。